欢那个红油面的。啊。就忙去。搞不进去。就是把门给他倒，给把门给他倒着啊！把门开了，把门倒，倒水，把门倒水，倒倒倒，来来来，倒水，把门倒水，看到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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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他有没有脸，管他有没有脸，看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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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教你么子兄弟好不好？你么子都这个样子的。来来，我们啊，这个来，听我讲的，我们是呀，你说一下，你讲就是会员嘛，就是啊，找我们找点房子来，找点，找点你啊，那他管不管？你那是不是市区的？市区的吧？省高的。省高的。省高的。啊，省高的。省高的。啊，省高的。我们省高的。不管你们什么诉求，是吧？到公司也好，到政府来哈，反映问题，这是你们正当的权利。哎，这个我们维护国民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我们的职责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要相互尊重。哎，这个你们要诉求，公司的接待或者政府的接待是一方面的。